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到1927年3月31日，原名祖仪，字广厦，号长素，又号明仪、更甚，西樵山人，游村叟，天游化人，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丹灶苏村人，人称康南海，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。梁启超，1873年2月23日到1929年1月19日，字卓如，一字仁甫，号任公，又号引兵士主人、引兵子，爱诗客，中国之新民，自由斋主人，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（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）人物。清朝光绪年间举人，中国近代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，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，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。1929年1月19日，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，终年56岁。梅兰芳，1894年10月22日到1961年8月8日，名兰，又名鹤鸣，乳名群子，字晚华，别署至玉轩主人，亦名兰芳。清光绪20年1894年出生于北京，祖籍江苏泰州，中国京剧演员，景星学士社员。1961年8月8日，梅兰芳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67岁。